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啊，打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喂，你是谁？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？你先告诉我你是谁。我是老熊。什么？老熊？哎呦，栓兰两口子不在家，怎么出现一个陌生的男人呢？呀，不好，进贼了，进贼了！被绑架了吧？妈呀！妈！妈呀！你在阿达呀？外面有土匪呀！他把我围在屋子里了。咋回事？您不会一个人在家里吧？一个人在家吗？可不是。哎呦，我在外边，您赶紧出来吧！这闹什么呀？这……哎呀，高哥呀！奶奶们，这要干什么？站住！您这怎么？您这是干嘛呀？这多危险！您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是妈，你不是在城楼边上吗？哎呦，多危险啊！亲家母啊！亲家母啊！爷爷，哎呦，哎呀，你别问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先散了吧，是个误会。俺听不出来，我怎么听一个男人的声啊？我抓你，我不抓成男人一个人。我不害怕吗？你这男人是真是，哎呀，你都把我给唬住了。哎呦，这个亲家呀，你看，亲家母啊，这就怪咱们了，长时间不走动，不见面，这声音我都听不出来了。不过你这个化妆成的男人，那可真像，把我都给唬了。哎呀，别我说啊，我记性也不好，怪就怪，走动的太少了，多走动。多走动啊，到南国去住些日子。哎呀，我们那儿的天是蓝的，我包括青沙沙的，白一个啥的，咔嚓咔嚓的鸟。哎呀，我真好啊，我们我的菜都没上我腰啊。妈，你去我们那儿住其实挺好的，是吧？那空气好，环境也好，对对，你们去那体验一下这种生活啊。对，那个其实要想聊天啊，在我们家也行，这地儿大，聊它痛快，想住多久对对对对，双兰说的对，想住多久走住多久。太平，这么大的屋子，我闷得很。妈，您的房间早就给您准备出来了，待会儿我再去给您亲自收拾一下。哎，行行行，我自己收拾，自己拿收拾。咱们去看看床垫吧。啊，那个是我真的需要。哎，妈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好，好是好，就是可以不买。我说妈，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我看你好像老是有话要说似的。你说对了。哎呀，我这心里啊就在想啊，这高科他妈来啊，一看他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啊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又来了，你说俩老太太凑一起，这能不发生矛盾吗？这要有点什么事儿，这让你夹在中间挺为难的呀。妈，不过我得把话跟您说前头，这高科他妈可不太好对付。我一看我就知道，可我才不怕他呢啊！他那种人我见得多了，比他厉害的我见得也多了。妈，嗯，咱们赶紧回去回家吃饭吧。啊，咱就不能在外头吃点？不
去晚了，高高他妈该不高兴了。不是，我们在外头吃饭也没花他钱，他凭什么不高兴啊？回来了。啊。妈。哎，回来了。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！不是嘛，累坏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有呢，这个怎么样？这啥呀？这，哎呦，好几千呢！床垫你买它干嘛呀？这不瞎花钱吗？你还买啥了？这是啊，我给我妈买了些换的衣服。姨呢？吃饭了。哎，奶奶。哎呀，那肉怎么那么少了？姥姥，是吗？哎呀，有鱼呢，校方做的鱼嘞，还没端上来呢。也不就是那什么小草鱼汤啊，这不算鱼，不是鱼嘞，不能吃。我们那个时候过年都吃不上鱼啊。亲家，这碗吃饭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插手了啊。怎么？管得一身的毛病，俺就是要管管他，做啥吃啥。爱吃什么都不能说了呀。高英的。别介，想吃什么，跟姥姥说，没关系，咱买啊，没事。妈，您不知道，他想吃那三文鱼多少钱一斤，您知道吗？嗯，90多块钱一斤，快100块钱一斤了。你还真以为你是富二代了？哎呀，我的个爷呀，这么贵，我还不如吃我的肉呢。哎呀，这吃，早晚把这个家吃的喝西北风去。妈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没那么严重啊。娜娜，以后做什么就吃什么，别挑了。哎呀，不就一个三文鱼吗？他又不是天天吃，那偶尔吃一顿还吃穷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娜娜，明儿姥姥就给你买了给你做，然后给你配一个酱油碟儿，然后再蘸点芥末酱，齐活。我不吃了，我上楼歇着去。我头疼。妈，您又咋了？你别吃。我头疼，脚疼，全身都疼，心疼啊。那疼得慌，妈。孩子长身体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给孩子吃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就是虐待孩子。妈，您这说哪儿去了？这怎么成虐待了？我妈那是为了娜娜好，要板一板她这种挑三拣四啊、挑食的臭毛病。我告诉你，娜娜，想吃什么跟姥姥说，姥姥给你做啊。姥姥什么都能让，就这件事儿不能让。高科，哎呦，你跟这儿闹什么气啊？你可高兴了哈，跟你一条心的终于来了。哎呦，我说你跟我妈闹什么劲儿啊？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呢？我跟小孩似的？你也不看看你妈刚才说的都是什么话？哎，我说。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说刚才吃饭的时候啊，伊娜想吃三文鱼，你就嫌那鱼贵，你死活不让孩子吃，哪有你这样的爸呀？什么呀？你就是重男轻女，你跟你妈都一样，不就是因为伊娜是个女儿吗？你就不让她花，不让她吃，她要是个儿子呢？你跟你妈会这样吗？你们肯定是抱着、含着、捧着、举着呢。那你怎么给我生个儿子呀？哎，姓高的，哎，你要跟我说这个呀？我得给你好好掰扯一下啊！你没听人说吗？这生男生女，老爷们是关键。你自己没本事，你赖我干什么呀？我什么？你，其实我都跟你说好了，对吧？咱们闺女现在正好是叛逆期，对她要温柔。你好好跟她说，你别跟她急赤白脸的，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的，你知道吗？别怪我吓唬你啊！你要是把她逼急了、惹毛了，她跟你干什么出格的事儿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什么吓人？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哈。哎，说个正经事儿啊，那个，你妈还打算住多久啊？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轮流赡养着咱们商量好的事儿啊，你别想反悔。我不反悔，咱不就多一口人吗？多一张嘴。再说了，咱们就咱妈那个啊，每天吃90多块钱三文鱼那架势。真棒！我拉屎去。祝你便秘啊！熊大姐睡了吗？谁呀？我睡了。俺就知道你没睡，俺进来了啊！呀，哎呦，进来，怎么的？不舒服了？
你说你买了温多的东西不在屋里收拾，你看我做啥呀？我看你啊气色不太好，然后我说我过来看一看。你一说买那东西我想起来哈，我说我得过来给你试一试。你知道我买这么多衣服都给谁买的？我一半都是给你买的。给我？对呀。我说呀，我都照你的尺寸啊，照你的身材买的，要是不合适怎么办呢？我都跟人说好了，要不合适呢，人家说给退，说明天就得退，要不然时间长了，人家这不管了呢。所以我说我过来呀，我找你来试试，你看看你现在能做起来吗？要不行啊，我就以后再说。能。哎呀，你看，就我这身子骨，这点小毛病怕啥呀？我时候高可发烧，我背着他光脚跑20里路呢，不算是。哦，那你是还是不是啊？试试吧。是啊，试试。你看，我要不来，你看我就给送回去。别，保送。这件好吧，桃红色。好倒是好。是啊，这我穿着不合适啊。哦，那还有。哎呀，这好，这好吗？哎，穿上试试。我要的就你这个尺寸，咋样？哎呀，真合适。啊，你感觉咋样？你说呢？就是这个花吧，穿上就像城里人。你回农村去的时候，我怕人笑话你，说这么进了一次城，怎么像城里人？可不，我要，这好。你怕人说你啊？不怕。哦，那行。那这儿还有你的，你看，这都标签都没撕啊，这都是给我的，都给你的呀。哎呦，那可好啊！那你试试不？我试试。好，那留着。哎，好嘞。哎，See you tomorrow。Tomorrow。Tomorrow。好，我走了啊。哎呀，谢谢亲家啊。妈，妈，哎呀，三枪啊，您干嘛呢？你跑这儿来了？不是他妈，让我预约，我说不用预约，我儿子在这儿。对，这是我儿子。妈，再见啊，小姑娘。你有什么事儿？您跑这儿来了？怎么？跟你谈点事儿，咱们坐哪儿？坐这儿。咱们后面说去，去后面说。您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吧？我就是这几天我就想，我说啊，小西哈，最好还是找一个跟你一样的律师，真的，律师特别好。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看律师啊，工作又体面啊，然后呢工资又高，一说起来是个律师，他懂法嘛，是吧？他呢最起码的，哎，做人做事他不出格，他靠谱。那话没这么简单，是这样，您看我不也律师吗？你离婚吧，你离婚那不赖你啊，那赖张慧呀，嫌贫爱富的。妈，我跟您说呀，小西这婚姻的事儿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不是说你觉着挺好就行。三江，哎，最近心情特别不好。怎么了，妈？我总觉得啊，梁小西现在嫁不出去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您着急？我着急呀。妈，您着急也不能说一点门槛都不讲吧？您就说我姐夫吧，当初您一个劲儿撮合。怎么着你也得讲点门当户对呀，现在怎么着把他俩撮合到一起了，您说我姐夫的幸福吗？我没想到高科是个鸡贼男呢。就是还有你和张慧。妈，你就别说我了好不好？你让我说。